地雷你不知道什么？人家不懂啊，人家不懂。这什么梗啊？没听过。相声啊，相声娃儿，山庄的啦，山庄的啦。地雷里面叫什么？二雷里面叫什么？没有人十二雷，谁带雷？我不知道。带雷没？哎，然后我怎么突然发大财？我怎么这么多钱？天哪！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有。你明就65块，65块就发大财。对啊，没有，我第一次赚到这么多钱，我刚刚一直负债。为什么今天？怎样？你平常只吃一碗卤肉饭跟矿泉水哦。大学生活是不是？对啊。现在65块便当都不一定买得起了啦。我跟你讲，我连那个矿泉水都买不起，我都是去那种那自来水，人家加水站一次10块。你喝自来水啊？台湾的自来水不能喝啦。没有，就先烧开嘛，对不对？哎，还有烧，还有烧，可以，可以。还有烧，烧开也不行啊，要过滤，要过滤。啊！可是我喝自来水长大。你还要过滤哦？真假的？要啊！你们自来水就直接烧开喝哦。台湾的要过滤啊！我想说都没有啊，直接煮开就好了。对啊。没有，有一些的那个，我记得好像是那个。矿生物还是什么？是煮沸也没有用啊，有些是那就是囤积在体内啊，矿物矿会残留，所以才会有卖滤水器啊。完了，我死掉了。不会啦，它只会囤积在你里面。对啊，就是你以后让你的肚子变越来越变大，有没有这样状况？哦，难怪我肚子越来越大。对，你要想想看，你把你当做珍珠有没有？珍珠就是这样，就是棒棒。对棒，然后你就是过了大概10年之后，你身体就会十年之后肚子里长珍珠，那叫肾结石好吗？哦，是珍珠哦，会有肾结石。哦，那时候我阿公还很开心跟我讲说，我长肚子里面长珍珠，我想说啊，长珍珠这么好，我就想阿公很开心的跟你讲，对啊，我爸很开心跟我讲。变出肾结石，我忘记那个叫什么活化之后。会有那个一粒色粒子哦，对，色粒子，色粒子就是这样来的，真的假的？真的，你就是再不喝水啊，不喝水就是膀胱还是哪里，就是会有那些鬼东西，结石的感觉，对，就是会结石。要多喝水，要多喝水，多喝水，我真的一生当中听到最多的话就是你给我多喝水哦，这是没有，这是你现在要，你现在就给我喝，你现在还年轻，就喝就喝，我现在马上喝，我现在马上喝，我也喝，我也喝，我们要听到喝水声，太大声了，咕噜咕噜，那是口水，那是口水，那是狗喝水，抱歉。好那么大声！你是要留铁矿起来吗？哦，他没有办法挖了。嗯？我一直努力喝水，喝水。嘴巴好酸。嘴巴好酸？你刚刚做什么？你是喝什么东西？嘴巴酸？你们就在那边学那个奇怪的声。哦，你在冷笑是不是？不能喷出来。什么？你刚刚的喝水声都在 B bar 是不是？哇！所以在当兵的时候，这样打开瓶盖喝水。我装饮水500，什么饮水啦？喝水呀！人家跟我说的很正常，他们说很正常啊。完蛋了，我直接被扣上不正常的帽。哦，谁升三阶？我只想肉身。先买装备，装备先起来。我要直接那个了。干嘛啦？杨，你在饮水哦？没有。是啊，你们在想什么？是没错啊，怎么了吗？他饮太多了，他饮太多了。饮太多，嘴巴抽筋了，好可怕哦！要开战了，开战了！哎，对，要开战，开战了！哎，中间终于有人去吗？啊，没有。哦，开战了，开战了！中间可以去哪？我要死掉了！活下去，活下去，别死！我看到下面有人了，赶快过去啊！哎，被挖走了，被挖走了，被挖走了吧？被挖走了！快！中间可能已经先隐约隐约啊，挖走了。对啊，就说隐约啊。好笑，哦，他们速度好快，对，哎呦，没用过，很少用治愈，来用个治愈，哦，
哦，那是什么鬼？异形是怎样？我觉得你们一个Bobo，你等下来学个发光，你们其他人可以考虑。我是要换暴露。Bobo，你先学个发光。我们被发光了，Bobo，你下来直接先学没关系。好好好。领钱，然后技能多少钱啊？看一下。45块，你就领个50块。好，我领个50块。对，我有50块吗？有。啊，你们其他人可以用那个，无敌瞬移跟暴怒啊，狂暴，直接把它发光45块天眼吗？对，45块天眼那个，多买个天眼嘛。对，啊，用右键再 Q 出来，那我们就可以发光了。右键70，然后再 Q 出来，丢出来啊。对。哎，有，哎，有没有？哦，他们都变那个了，夺命女了。发光，对，夺命女。可是哈基，哦，哈基刚，哈基是直接回家。哈基花了10分直接回家。嗯。没有足够的东西。哎呦，他们的，哎，他们哦，他们撬刺是拿了，是不是？对，我有看那个痕迹，我就没过去了。一点点建筑，有点危险，先引爆好了。是否有点乱？你说发光吗？哦，那苦力怕，他们有盖一点空桥到我们这。啊，那我这也该盖空桥啊？感觉是可以反制回去。嗯，好。哎，是说偷偷爆料一下，这个歼灭啊，有那个丢可以制造桥的东西了。哦，制造桥，空桥有吗？那个是那个是用雪球嘛？丢出去直接建造出来，直接盖好。哦，不会消失了吗？树叶会消失？不会消失的。哎，我以前喜欢那个树叶，可是没人用吗？我有用啊，因为那个会消失啊，就还好。后来新增的啦，改掉了啊，因为一放出来直接一个。那个立柱在中间那样子，立柱吗？立柱是不是？那有没有那次玩？下周玩？因为你在挖核心的时候丢那个树叶真的很有用哎。啊，对啊，比较没用过。波波，等一下要升装备哦。好，知道。装备是多少钱？我一直按，一直他说不够。30，30块，送你啦。30块，送你啦。耶！哇，发财！一阶是10块，再来20，再来30。哦，可是我刚刚可是我没穿衣服，应该是皮革。哦，那个 bug， 你要显示 bug， 你把装备脱下再穿上。可是因为你看它空空的，顶一下就好，顶一下就好。哦，有了。你现在是穿丝袜装锁链，有丝袜，我喜欢这套。哇哦！哪里口袋？哇哦！我知道你虽然喜欢这套，但是它防御比较低。嗯，好，没关系，我换，我听你的话。我听话，听话。哎，那波波，我要对面国王的人头，好，把他头给带过来。听话，听话。哦，他等下就指定召唤一个头给你。铁装最好。没有 OB。我好像叠太高了。哎，我会玩了。哇，我这游戏超强了，我现在超猛。起说 ，OK，OK，OK。你看，我开始会买东西哦，果然买东西是比较快乐的，超棒。对，买东西的话就要把钱领出来，升级的话就要在户头里。哦，PayPal 的概念嘛，我懂。是好 ，OK，OK。Okay, okay 怎么我都好像不太懂？他们是不是又发了一次光啊？还是？好像对，下5分钟，有，应该是会持续发。哎，我在波波旁边，波波，看我，准备打我，准备打我，我埋起来，我在这里哦。好，我顺影，我不怕。交换，我们在外面堵，我直接顺影回来。哎，你还在他们家，你还在他们家，你在池子上。哎，被炸死了。好，我捡到了，快点。不行，我会被打。那你下去，你下去。你不要这样，我要撑着。我们过去，我想一下。你那可以吗？我先把这打掉。我现在无敌。好，我准备回去了，带回去。你跑。可是我这边逃不掉哎，你带回去我们就赢了。哎，你带得了吗？带回去就赢了。好，可以。你往虚空跳。我在补血。哇。你先，不然你。我知道，我往虚空，啊，来不及，对不起。可以吗？你们来得及吗？往虚空跳，是这里吗？不走了。赢了，
赢了，哎、欸，我赢的好费啊，谁谁带回去了？我带回去的，我带回去的，哈基，哈基，哈基，哦。对，我刚刚最后想往中间，没成功，没办法、啊。还好波本撑在桥，那个回血技能好回好少哦。他不是回到满哦，他不是，他只回一点点。我想说，我还有回血技能，回到满，想说说不定可以撑更久，就没有。哦，可惜哇，太刺激了。真的哇，刚刚那个刚好出这个事件，刚好这事件真棒。而且重点是我那个瞬移瞬的没几步了。你哎、欸，不是哎、欸，可是刚刚那个刚刚本机好像顺蛮远的，我不知道他顺去哪里。没有啊，运气啊，运气。对啊，哦，嗯，他顺在、那個。然后那个瞬移用完瞬移，他还会停住一下，所以你他们就直接贴过来了，完全逃不掉。怕、哦、爆！刚惊险惊险，本机顺在桥上面，刚被库里巴炸死，然后被炸对。哇！对，还没有掉下去，这没有没有，就很幸运的那种的运气，真的是，真的，真的是超运气，六六六，上去上去，哎，差一点呢、欸，差一点点，我们的喷机运气太差了，顺到苦力怕，他顺到。他顺到天台，然后旁边有一只古那个高压锅，古力马扎在旁边看到一切，然后去捡宝石。但是顺的远了，我也就只是顺在外面，就直接被你贴上了。对啊，對啊真的。而且我刚才用那个回血技能，我还想说，哇、哦，那血应该回很多，可以再撑一下，对啊，才回几颗星而已，没有很，所以那个效果没有很好。对啊，我想说三个技能全用，啊，我撑不了，撑不了，还是被打死了。超刺激，天，好玩耶！哇，我开始越来越厉害了，我现在超强。真的吗？那你要不跟我洗脚奶吗？奶吗？刚刚那一换位，我就在那个波波旁边，我说波波，快准备打我！我拔，波波准备干翻我，然后波波就哇来了！天哪！你在给我自动请求了，别自杀，别自杀！哎呦，观众场，观众场，观众场，笑死！啊，短短你抢中间怎么死掉了？第一次哦，我第一次直接跳下去，我不知道原来直接这样跳会死。我没有抢到那张图的中间，你知道吗？行，这样熊猫会绝种。对，这样子，妈妈你不可以离开我，你离开我你怎么，我怎么办？你自己去飞吧。不可以离开我，自己去飞吧。我怎么不理你了？直接说哎、欸，我很难过。妈妈掐你包丢。哎、欸，师傅，你可以不要你的孩子，可是你不能不要你的徒弟啊。哈？你已经毕业了。没有，我一辈子都是你徒弟。哇哦！难怪中间可以看得进来。对，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阿爸。哈？阿爸是谁呀、啊？怎么是阿爸？不是，波波，你有兄弟姐妹吧？波波，兄弟姐妹哦。你对对对，兄弟姐妹，你是哥哥还是弟弟？我是妹妹。哦、oh, ，OK，、oh. 妹妹，我们一起找妈妈要钱。好，我要那个豆花30块。这个真老梗的。我的豆花，30块。哎。哦，这还不是1.15哎，好吧。哦，我有那个蜜蜂，还没。哦，20哈。啊，我的天，再走。我一下，我有在伺服器里面吗？你有啊？有，你在我心里面。有。但是你好像是不是不会动啊？我现在同时进到两个伺服器去了。啊！我的画面有巧克服跟现在巧克力这边那个服是同时都进去。哎、欸，那你跟我上次一样哎、欸啊。那你就都离开，然后重开游戏吧。对、哎。哎、欸，我是卡住了吧？是啊，我看你燃烧，嗯，燃烧自我。起来。好可怕哦！你知道你刚把我弄死吗？嗯，刚。然后我在巧克力服的东西差点被喷掉，哇！为什么、啊？我赶快跳出去，吓死我了！你的状态是同步进行的，是不是？对，好可怕、哦！好可怕、哦、啊！那我应该早点用了，没有啦！好坏哟、哦！可怕、哦，会喷掉的话很可怕哎、欸！
哈基的陨落。我看一下那边的友邦在不在。如果不在了，那真的是没办法哎、欸。哦，没有了，这边还在了，血量。好、哦，没事。好神秘哦，这边是液体，那边是本体。没事。哎，可是你这个是要干嘛？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干什么。我刚刚原本是想说，有蜜蜂的话可以用蜜蜂挤他们。你好坏啊！可是现在没有蜜蜂，为什么你好玻璃？等下中介组啊，哎，中介组会被弄掉、哦？会啊，它是一种蜡烛啊。哦哦，第一次知道。哦哦，真的我们跳上来？知道哎，我这样上来哈、哦。上得去吗？上得去吗？跳跳跳！你不会飞？跳！你可以飞了。我们这个叫创造。你按两次空白键。你知道爽的？他没创造吧？我没创造，我没有啊。我刚刚有给他。我怎么？有了，我会飞，我要飞。他是不是死不了？他死不了哎、欸，岩浆烧不死，岩浆烧不死。那、啊、你们要不要先采那个凋零花？哎、欸，对，加队伍。对啊，先去加队伍吧。红队先去，你这里白白人。红豆，大红豆。不不，你有 OP 啦，以后可以自己玩。咦耶，玩种花，怎么玩都可以。哎、欸，这个哦，改题哦。他们全部都困在这里了啦。这是一首歌哎、欸。不会烧死吗？哎、欸，对啊，不会烧死啊。为什么我们上一场没有给他的火焰抗性呢、欸？可是哦，这火焰抗性可能应该是回血。哦，有抗性，是应该抗性。这样慢慢走啊，走过去。慢慢走，走不过去。然后下面再放那个受伤的过去。岩浆可以游泳吗？好像不行。那下面可以再放那个吗？灵魂沙。下面放灵魂沙，然后跑在岩浆里面走。那这铁站用，除非跑酷啊。要是高一点，对吧、啊？跑酷就可以了。啊、可是这种跑酷最烦。岩浆可以变成那个游泳模式吗？不行啊，不行，不行。你不要游岩浆。等一下，那个有点问号。而且这边直走到底下去哪里？对啊，我现在很好奇在后面是要去哪。这个有道路哎、欸，这个。虽然他们还没过来啊，但这里完全没到。有人在叠了，有人在叠了。看起来像那种不人道实验室。不人道实验室就是啊。对，算是你看他们过到前面去，还回不。后面有卡住了。死都死不了。真的。最是最是还烧不死。他自己在做赛道哦，他自己在做赛道，然后这边有订单捷径要跑。扭来扭去，太远了，要你知道开到哪一个门去啊？后面那个门，后面那个不是那个用钢做的那个门，钢做对，用钢做的那个门。哎，啊，用钢做的没错啊，那是控制室啦，也不是啊，头了，这个门不行啊，这太钢了，好，太钢了是不是？这里，我挖好了，我把后门挖挖大了，你又挖回这边了是不是？你挖回来这里，绕了一圈绕了一圈回来了，然后又隐藏，帮我从蓝色下去的洞啊！这过去，哎呀，走回来，然后先把这边堵起来。所以这是虚晃的，是不是？对，这好像过去了。反过来，他们聪明一点，就是从后面。有啊，这边有一条是可以过去的啦，可是就很难。很难。哇，这条路怎么回事？能跑完？这个太可。哎呀，我自己也跑不过啊！说实在，哇，你有点不贪哦。铁栅栏哦，那个玻璃片，玻璃片太难了啦，这太远了，近一点。哦，我之前怎么看到一堆人烧起来？我的天啊！哎，这个啊，娜娜啦，是娜娜吗？娜娜，跑酷打爆他啦！终于是换他跑我们的跑酷了。跑酷要打爆他。平常都是我们跑他可怕的跑酷。跑酷太难的啦，抗议啊！灯笼是不能欺负他，对，灯笼不能欺负他，灯笼不行，哎，那这太坏了啦，这太坏了啦，太坏了啦，超坏，灯笼不要啦，那鬼也是这样嘛，啊。他要走很大的道路了。哎、欸，他露出来了。什么东西？露出来了。很卡位。下面。波波还没选对，他自己会消掉。选对。
我要过来，我这边这边这边，来来来，飞进来飞进来。还有人已经放弃啊！上面上面跳进去，等 PP。后面后面后面跳面踩进来踩进来。进来哦哦哦啊！对对对，好好的。这个我看是飞到哪？这边好了好了，你已经对，好的对对对对对。好了，傻逼死了，这里啦，来了，有人去跑步了，有人去跑步了。你为什么越来越长啊？这条岩浆路。等下你们这个太难了吧？那个。然后旁边有路可以、啊、给他们比较快速一点了。你说栅栏吗？那我们旁边可以走啊，可以走旁边的啊。我在等他跑完之后再去。反正他们人还没到齐，等他们。啊，这坏不坏？这里面比较好跳。加油！哎、欸，他们不把我放尊重哎、欸。哎、欸，回来喽！有人跑一圈回来了，有人跑一圈回去了。好惨哦！啊！有人在跑，有人在跑，回去很难过哎、欸，好难过哎、欸，我要哭了。太好，帮他开个路了，帮他开个路了。我的天，又一个跑过来了，来后面。哇，有接近了，有接近了，坏哦，接近了。一分简直不是人的。好了好了，简单一点，简单一点，下面放这个没那么简单，这个。接近应该要旋转，你知道我还帮这里开了一条更简单的，怎么还到了？开吗？啊？这里啊，更简单。哦、啊。可是你那个更简单上来这边是堵住了。哦，这里啊，这里啊。哦。妈，整圈被围住。有有，下面有地板门可以。要绕一下，绕一下。哇，增加难度。对，增加难度。杰瑞门神是不是？叫你们快打！我们这不叫虐待，这叫训练。我们是增加难度，合理的要求就行。哎哎哎！不合理的要求，跳对地方就不怕喽。可恶！完了！是怎样？火烤？我会不会第一天来跟你们玩，我就被人家讨厌了？你一定会被打爆的。你在折磨人家是不是？娜娜嘛，是不是？被记住了，被记住了，我不听他了。他在哪里啊？这里啊，他跑步很厉害，他在玻璃的源头这里。啊啊啊啊啊他跑步很厉害，真的，他跑步很厉害。不要这样的。好坏，好坏！等他跳，好坏、啊！廖旭帅说，廖旭帅说，全部都在看。我们来，我们先来啊！这场那个地狱哦，好，地狱还是地狱？万分还是地狱？哎、欸，不要玩跳完，不要让他跳，玩各种地图啊！没有酱油了，可以的，给他压力。好呀，啊，好了没？全世界都在等他。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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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危险的你怎么你是受到惊吓你掉出世界外是不是按错哎、欸、他是不是上次有来玩过啊可惜差一点这个有下面可以跳很简单了不是吗他不小心脚滑了啦他刚跳他跳太远了他跳还没有太远跳下面就好了加入队伍加入队伍加进去了加队伍耶不要道歉、yeah! ，道歉，以后哭了，再也不做地图了。我不要了，不哭了。可以了，可以做地图了。那个跑酷简单一点就好了啦。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没关系，眼泪是珍珠。有人太慢来啊，太慢不等啊。地狱一万分，好，是地狱国王，随机国王嗨起来！哎呦，哦，我怎么刚才被烧起来？我是小雨，小雨国王带我们先一起飞，耶！可以去看看，好多人往前冲啊！国王几层？国王40，好。小雨给你一颗，给你一颗。小雨你有一颗、哦。好远，那、欸、嘿对。不要再挖了，国王说40、啊。我没有再挖。40啊！你要挖过头。